志云有喜喜，贪污案再审有道理。陈生心情点啊？有喜喜傍住，陈志云出庭梗系笑住啦。去年佢获判贪污罪名不成立，但系上诉庭三位法官寻日就一致撤销佢无罪嘅裁决，而佢嘅前助手丛培坤亦都一样，案件要法环区域法院再审。判词指原审法官话，陈志云以名人身份出席2009年武海城志云饭局，同 TVB 业务无关讲法，同普通常识有抵触，而且原审法官亦都未有全面处理其中一个定罪关键，亦即系陈志云自以为冇需要或是责任向 TVB 汇报收钱出席活动。而原审法官嗰阵时系曾经亦都有个裁决话系佢系有个合理辩解，而家就似乎系因为佢冇写清楚咧证据系边一方面，咁上诉庭就希望佢系可以交代清楚点解，其实证据就唔会有改变，即系所以都有信心。我哋系有信心。陈志云似乎一早预咗裁决结果啦，仲预咗一沓现金，唔使到限期12点就交到100,000元保释金啦。案件会在下个月18号在区域法院提堂排期续审。